好啦，玩具 AV 嗱，高技术含量嘅嘢咧就唔系我喺度讲嘅，因为你知啦，啲读得书少，仲盲鬼卖。咁就因为有朋友仔托，我就搞呢个系食玩版对白声嘅卡带，就想换落个呢个都系食玩，咁但系食玩呢个带咁大大碌，呢个可以插啲小带啊嘛。咁因为呢个系列就冇玩开嘅，所以就真系一次新尝试下，咁就开嚟睇睇。一开之下咧，发现原来呢个系非常之好改嘅，如果要变换落去嗰边大个嗰度。先睇到開咗之後咧，其實就咁簡單。因為今次最抵死就係點咧？佢個基本架構兩個一樣嘅，係大細唔同咗啫。啊，挑翻開咗先。係、哎，佢係冇嘢食住嗰個電池位㗎。啊，我睇唔到個 mon 嘅，咁就有走嗰位唔好見怪，自己打執生啊。咁然後呢度拎出嚟就係咁啫啦，耶！咁所以今次發現咧，要改過去非常容易。基於而家啲底板咧，嗱佢個掣喺度啫嘛，咁就盡量唔好搞個底板啦，淨係呢邊甩開條線。咁換嘅時候咧，因為嗰個長度問題，就黑線咧要加翻長少少。咁大家記得啊，啲正負極自己對對翻正啊，因為啱啱倒轉咗位嘅，右邊黑色嘢。咁然後喇叭就簡單啲啦，喺呢度 cut 嗱，呢邊我留翻條長線 cut 咗去。咁由呢邊倒轉咯，褪低啲，咁我留長線長啲，入多啲響走位。甩開去啫嘛，兩個焊石位，咁嗰度你發現其實呢度裏邊都係咁多堆嘢嘅啫，啊，成組拎出嚟一樣嘅咋。之前有集講解過食何為食玩 DX， 又咪拆開就咁。嗱，佢多咗樣粒掣，咁你見呢度咧，基本上個寬度係差唔多嘅，攝翻就 OK 嘅，咁係長短啫。希望大家看到啊，因為我看不到呢度。係，咁只需要換咗電池箱條線接過去 ，cut 呢度，接埋喇叭，成塊照對翻入去。係本身呢度有個卡位嘅時候咧，嗱，今次個非常好改啊。嗱，唯一注意咧就係呢度，佢因為短身啫嘛，會走咗去。咁佢上下左右冇問題，係會唯一呢度會走位。咁我用個簡單啲方法點咧？我呢度加少少混合筆地頂住佢。咁當然如果你自己整咧，呢度用塊膠片仔黐喺度，乜都得噶啦，晾住等佢唔好走。咁呢度嘢冇難度，完全嗰只照揞翻嘅啫。咁改完出嚟咧，就變咗咁樣啦。同埋因為你見過喇叭咧係有大細唔？嗱，佢呢個係個喇叭大啲嘅。啊，講翻呢度，如果一般換底板咧，可能牽涉到嗰個音數嘅計算，咁嗰啲專門啲嘢喎，呢度就唔識噶啦。但因為大家都係用兩粒 LR44嘅電，咁都係咁推，照換嘅冇問題啊。喇叭大啲，咁而家好明顯咧，啲聲仲大咗添。嗱，本來係諗過想加個燈俾佢嘅，可惜我盲咗，咁就算啦，費事整死佢塊即係。難得有咁好嘅產品，一個食玩版對白聲嘅產品，咁唔好晾曬喺個底板，我就費事搏啦。而家叫聲 OK。Game， この俺に任せとけ。患者の運命は俺が変える。変身。俺は仮面ライダーエグゼイド。やっ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。このゲームは俺がクリアする。大変身。咁
依度留空咗，暂时走去先，咧就唔想浪费佢个嘢啊！啊，因为我自己就搏尽啲搞多啲花神啦，因为人哋托我整嘅换咗声，但系插到腰带好玩先。咁就如果再加强化改装，就等我去做完只眼手术，睇下盲盲即系留翻几多视力，做唔做到啦？咁暂时就依度搞掂，等朋友仔可以插腰带过下瘾。咁就至於啲講咗嗱，就咁簡單啫嘛，有一支辣雞，咁就石線、小線搞掂啊！今次呢個真係冇難度，比之前嗰啲更加容易搞。咁都係嗰樣啦，鼓勵下大家有時就啲嘢唔使咁死板嘅，咁改少少改動下去，唔一定咁大餐噶。我見其他朋友仔咧，呢度噴咗油啊，或者改張貼紙啊，好過癮啊！有位朋友嗰個仲正，整咗個M 叔叔上去，哇！嗰支簡直無敵啊！我好羨慕噶嗰啲，啊，嗰啲又高手風範啦，啊！所以點解上次都話有時真係要即係上次鬧人嗰啲咁樣咧？喂，咁樣有時用多啲嘢仲好啦。咁我小朋友成日都講過啦，輕艇自己改裝下啲嘢。唔需要計較嗰個規模大細噶，就算整得唔靚崩壞，咁但係都係你自己嘅世上唯一限定版啊！咁係屬於你自己嘅啊！咁就算只係簡單啲換下貼紙啊、改下色啊，咁唔緊要噶，最緊要自啱自己時差喺度玩得開心啊！好啦，今日就係咁多，雖然都知冇人睇噶啦。咁就是但啦，叫佢做咗嘢，拜拜。